南人呢要北向，好，北人呢要南向，啊，这在过去大陆上呢看得最明显。长江以北，那北方人呢吃大口的肉，大口的酒，这样子喝，好，面食一直吃，所以北方人看起来都很高很壮很大。你看山东人又高又大，哪天突然跑个山东人出来，瘦瘦小小的，皮肤白白的，娇娇细细的，斯斯文文的，这叫做北人南向，大贵。南人北向，长江以南的南方人，如果你是南方人，台湾人、广东人，好，这边南边，这边都是南方人。南方人的人跑出来都是比较，因为南方是鱼米之乡，所以他们比较斯斯文文、秀秀气气，就跑出来一个南方人，站着像比那个吃那个馒头的人还高还快，就叫做南人北向。这种也是非富即贵，好，这些特殊的贵相，诸位要知道。